三因佛性，到尾啊，就三德密藏。所以，最后，三因佛性最后三德密藏法身，正因变法身，了因变般若。这是咱讲吼无上菩提的吼，最后原因解脱。是这解脱，不是家己解脱哦，自解脱，帮助众生解脱。果位，好，所以呢，三十二页乃至阿罗汉心善解脱。哦，到这吼，够序文无？有，够序文，够序文了，就是你大圣，这是来现法，这样可以吗？安尼靠，安尼算作吼，只要把这个经哦一头到尾哦讲到清楚，啊那无吼，我若阁无接接落去吼，我讲一半尔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。您刚刚这我听起来有庄严无？啊，恁有兴趣无？就是要讲到，恁有兴趣的，那无？你讲无讲到，恁有兴趣，恁哪有可能会放下啦？好可怜，习性跟业力，你看嘞，拥有跟欲望，要断哦。谈何容易啊！达西达西，定论遐久啊，遐简单。好，我们请和尚。愿意出功德，庄严不减多。善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。